大家好，这个叫清水膜，不是水泥墙。跟着我念，清水膜，不是水泥墙。摸就知道了，这个跟一般的家里的水泥墙的质感是不一样的。这不是普通水泥墙，我跟你讲，安田忠雄做水泥墙是很严格的，不达他的标准就是重做重做。所以不要以为这只是一般的水泥墙，细致啊。对啊，你看它的质感就知道了。那个木棉花，豆豆，蜂箱啊，蜂箱的种子，蜂箱不是枫树哦。